杯奶茶吧啊，开心吗？开心。不开心你就回去了。不回去了。开心，有的吃了你还不开心？回去了好吗？好不好？我看见你笑得好开心的。老皮，这么干。天天冷了，我们就来喝冬天的第一杯奶茶了吧啊！哦，今天哥哥没来啊，是吗？哥哥嘴巴痛，不能吃奶茶啊、哦。哥哥嘴巴痛了。等下打包给哥哥吃吗？怎么了？哦，他不想吃的，带他回去哦。你喷什么进去的？有什么？吃奶没吃奶吃。喷什么？吃的刺。吃的刺啊。你去哪里等了一个月吃你开始吧，在家里真不怕的，可能在家里被困了，在这里早就已经怕了啊，我怕你等下喝奶茶冲他下去，等下喝奶茶冲下去了，喝一杯大口的奶茶就下去了，脖子下面啊，什么现在难受吗？是啊、哦，他这样他都没吃鱼，怎么有刺？有，家里面怎么有鱼？你吃鱼啦？不怕的。吃鱼啦。你吃鱼啦？我有把那个肉吃了。嗯。不是也是。那妹妹不喝奶茶了好吗？等一下，喝奶茶。妹妹不喝了。啊，好不好？这样我们回来付款好吗？嗯。那我叫妹妹，我啊准备有钱买单了哦，那你留在这里好不好？把你压在这里。好不好？叫红梅回去啊！我们就压你在这里，把妹妹压在这里，妹妹压在这里是吧？把你压在这里，明天叫红梅来压你，扶你回去，好不好？好没？叫佳佳来扶你回去啊！哦，对了，妹妹叫佳佳，叫佳佳不卖你，佳佳不卖他去哦，佳佳不卖你，还是去？不卖我们去，那谁给你买单？不卖我的，那你干嘛要？没人要我的哪了？没人要了。好了，你们的奶茶好了，快点，奶茶好了，快点，奶茶好了，嗯，你们的奶茶好了啊。在这里等好不好？我去拿好吗？好不好？阿娘去拿了，阿娘拿了，好不好？我去拿一下，你看得了。哎呀，奶茶到了吧？嗯，吃吧。妈妈，我想要吃。妹妹，你这样吃。好吧，那这个是你的，你吃吧。喝不了了，来，我帮你擦好不好？要吗？这谁？啊，来，阿娘帮你擦哦。那是你的。是我们的吗？啊，对啦。哦。慢一点吧，啊，等，不要搞掉吧。干娘吃没？你不谢谢叔婆啊？吃一口，好没？谢谢叔婆。啊、哦，不用。那个刺还卡在那里吗？不卡了，可以卡了。卡了，然后他就不能下去了，然后他就不卡了。不要吃那么饱哦，等下还有薯条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脏脏的，这好脏，不要动啊！哎，你不能拿薯条。哟，妹妹，你这件衣服好暖不？这个阿娘穿好没？不敢。这个嘛，去年给他买了过年衣服。啊、这个嘛，这个阿娘穿。哎呦，这件衣服是阿婶买的、啊。对。好漂亮哦。好暖哦。暖不暖？啊？暖没？有、嗯。暖暖的，喝了冬天的第一杯奶茶，好暖哦。嗯。明年你长大了，你赚钱了，你帮阿婶买衣服吗？好热啊。好热啊。这件衣服暖的，穿到你的。哎呦，给阿娘穿一下，好暖呢。好没？哎呦！哎呦！来了吧？来吧！奶茶了吧？嗯。喝奶茶了吧？拜拜。一下冬天的奶茶啊！冬天的奶茶暖暖的，哎呦，好喝，好暖和，暖暖的，不烫的，暖暖的。这是一样，只有我喝的是。嗯，冬梅好喝吗？好喝，把你请在这里了吧啊！好好喝，我没钱买单了怎么办？谢佳佳了，把你压在这里，把林叔压在这里，把林叔压在这里，把我压这里啊！你那么精，叫你爸爸来好不好？叫爸爸来，叫佳佳来。爸爸，我的压在这里，你也好胖啊！把你的房子
啊？哪有？把你压在这里。哦，压在这里啊？不是，把水里生的房子压在这里。把水里吃，把你压在这里，你当马吃喽？你住哪里呀、啊？你呀、啊？你住哪里？我住。啊？啊？你住哪里？我住我外婆家，你们住你们外婆家呀、啊？对呀、啊。你外婆不给你去她那里。喝一个奶茶，把房子压下来了，尴尬哦。把我把你外婆家压倒。把你外婆家压倒。去年我拉过呀，去年我拉了，肯定把赖了。那个嗯，小妹妹最喜欢吃番茄酱。你这后面怎么样？我还加两份。来，我这边一个鸡啊，我这边一个鸡啊。对对对对嘛，来吃了吧啊，快，吃两个小家伙。哎呦，哎呦，你看，那你挤在你那边了吗？挤放这边，挤放这边。拿点什么呗？没事没事，不好意思了，不能再点了。你怎么好意思点那么多？来吃吧啊，吃完就回去了吧啊。大姐今天真不错，快点啊！姐姐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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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姐来吃。嗯，那我们先吃。摄影师看的。姐姐，你先吃完包。这位学生问这个。嗯，没吃吧？他都没有喝的，只是。那天没有喝，他妈的高兴死我！他，我东西都没有了。压到压到。那个什么，大金鹏。吃吧。妈妈不要过来，过来，乖过来先，爸爸倒车，回家了吧啊！喝完奶茶就回家了吧？嗯，好嘞，回家了。